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翻到嚟我哋 PCS 嘅夏季赛啊，呢一个 Week Three Day Two 啦，咁就嚟到万众期待嘅炉主之战啊 ，DWT 对上 S 九，继续系阿新同埋 Bella 啦，为大家带嚟呢个粤语嘅播报啦，咁就 DWT 对上 S 九啊吓，咁就基本上即系 DWT 嘅前身就 HG 啦，其实佢哋都已经系。在前一季都已经是争了几个月的长短了，那么来到现在在剩下七月中了，那我们又可以见到他们两队再次交锋了。那么前两次来讲的话呢，都是呢由 DWT 那边稍稍地领先了，那么 S9 就比较可惜一点啦，那就要坐在这个炉主之位上面了。那么来到新一季了，那我们前事不提，当放乜字抹咗去。我哋而家再嚟过，咁啊两队嘅状态啦，人员方面亦都有调整啦。咁啊，到底嚟到今日啦，个战果会系点样呢？啲战绩都要抹一抹噶啦，因为啲人都抹走晒，咁啊基本上都唔同晒噶啦。啲人即系譬如 Casper L 啦，都系由Jungle 去 AD 啦，跟住之后中路 Shadow Do 啦，上路 No Name 啦。其实今季嚟讲 S 九系我觉得或多或少有啲进步嘅，即系喺佢整体嘅营运上面啦。比起上季嚟讲系准确咗好多，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佢哋嘅实力上面系有进步嘅。咁相反就系、是、反而系 DWT 啦，即系经历咗人员调动啦，佢嘅上野啦换咗之后啦，其实我唔觉得佢哋嘅实力真系有太大嘅变动，似乎佢哋都仲系喺个泥沼里面度挣扎紧。咁所以就你话比起上季，因为上季坦白讲，如果我望到 S 九打 HG 嘅话，基本上我系可以帮 HG 拍定手先噶啦，基本上都赢咗九成噶啦。咁但系而家真系去到夏季赛，即系各个两边嘅补强啦，换翻上嚟之后咧，就真系未知之数啊，真系败牙打落。咁同埋就有个有趣数据啊，就系、是、S 九咧喺目前第一个循环嚟讲系唯一一支队伍啦，暂时全数系打红方嘅队伍嚟嘅。咁就佢哋已经系打七场嘅赛事啦，争今日啦，同埋听日啦嘅两场就完成佢哋嘅单循环啦。咁佢哋全部系打红方。大家都知啦，即系今个版本红方系受尽屈辱噶啦，即系包括 ban pick 上面，包括 DNB 之前反映喺地图嘅控制上面啦，红方都系占据住相当大劣势嘅。咁所以究竟系即系地图嘅错，究竟系选边嘅错，定系真系佢哋自己嘅错咧？咁我哋今日就可以验证一下，同埋就睇下佢哋今日系咪真系打红方，因为据闻就应该系根据赛制应该系抽签嘅，即系若然你呢个循环系打红方嘅话咧，你另一个循环就可以打翻蓝方噶啦。咁所以咧。理论上第二个循环佢哋表现应该会好啲嘅，因为佢哋到时就会全数打红蓝方噶啦，咁可能会好少少。咁啊，至于 DFT 呢边啦，啱讲过啦，上野就调换咗，即系换咗人啦，换咗人啦。咁但系就似乎实力上面提升啊，唔算话太大啊。系啊，咁就上野换咗人啊，实力提升唔算太大。咁啊，今日值得提嘅一个点啦，就系 S 九嘅呢一个嘅本身啊 ，Crossfire 啦，咁系打呢一个嘅。打呢个打嘢嘅，如果我冇记错嘅话系啦，咁就系同一个Arash 啊轮替嘅打嘢，咁咧佢而家咧就换咗 AD， 咁反而咧本身咧系买入嚟打 AD 嘅呢个嘟嘟咧，阿 Shell 嘟嘟咧，咁就换咗去打呢一个中路啊，咁就要睇下佢哋今场点样发挥咧，因为对上呢、這、一个其实我自己觉得啦 ，Shell 图咧由呢一个打嘢换咗去呢个中路之后咧，其实佢嗰个嘅。佢嗰個嘅表現啊，係都有幾大嘅分別嘅，即係感覺上好似有比佢上一個嘅隊友啦係有強少少咁，同埋佢都幾中意用友誼呢個英雄嘅。咁雖然啦呢個版本咧，拉打陣咧越嚟越流行啦，咁可能即係一啲雙皮奶角色啊，即係。一啲都幾 counter 一啲 pop 又或者一波爆發嘅陣容嘅，咁啊由依呢個陣容，由依呢個角色可能就冇咁吃香，咁但係兩隊嘅實力係非常接近嘅，都係今場 S 九同埋 DWT， 即係無論係個 ID 上面啦，個隊伍執行能力上面啦，都係相當接近嘅，咁所以今場咧真係可以睇下佢哋到底喺換人之後啦，有啲咩新嘅火花擦咗出嚟。因為其實之前佢哋打嘅嗰啲隊伍啦，可能對佢哋嚟講啦，嗰、那個嘅駕駛員啊，嗰個嘅差距啦，都真係有少少距離嘅兩邊。咁所以今場嚟講嘅話，你見到哇 1.3 對 0.8 啦，上路嘅 KDA 咁啊，只係爭 0.4 啫。咁平日咧佢哋嗰個嘅 stack comparison 啦，可能都係。一點幾啊，又或者零點幾對上人哋，可能係五六七嘅 KDA 咁樣，咁所以就兩邊咁，但係咧14分鐘嘅嗰、那個高 lead 咧，反而就係 S 九呢一度咧，只係輸緊95蚊啫，即係話其實 S 九前期嘅對線咧。
同埋一啲預示者嘅控制咧，其實未話真係咁差嘅。因為佢哋如果佢呢一個嘅高 lead 啦係咁少，即係你個輸嘅金額係咁少嘅話，即係話其實佢前期嗰個塔皮，首先嗰條線咧係對得住先啦，跟住然後佢前期個塔皮咧，亦都冇話因為預示者俾人剝得太多層，又或者因為一啲失誤嘅被呆法處理而俾人懲罰得太多，咁所以咁樣嚟講嘅話，似乎 S 九咧喺15分鐘之前咧會有優勢嘅機會咧就多啲喎。系啊，同埋就 No Name 个角色池上面系几有趣噶，即系包括佢曾经玩过狗头啦，跟住比较早期啲玩泰勒米尔玩海尔啦，咁另外就喺个中路方面啦，T1T 呢边咧亦都系曾经玩过 Jace 嘅中路啦，咁上路甚至开过一场龙女嘅上路啦，咁所以其实佢哋嗰个嘅对位嚟讲，其实有好多可能性嘅上路上面，即系有好多角色可以拣啦，咁甚至其实狗头喺最一开始12.11嚟讲都算系版本内嘅选择嚟嘅，咁所以反而英雄池上面。我對佢嚟講就唔係好擔心，反而就係中路啦。佢哋嗰個角色選擇上面咧係幾有趣嘅，即係包括就係S 九嘅中路啦 ，Lisa 啦。咁其實佢玩嘅角色咧，反而就係可能係阿妮啦，球女比較多少少。咁但係 DWT 咧，反而中路上面就會現行版本比較貼近啲嘅，即係可能遊伊咁，但係佢都開過一場 J 出嚟嘅，係啊。咁所以就幾有趣啊！即係兩邊嘅中路，一邊就似乎係比較進取啲嘅 Shoutu， 咁但係就 S 九啦，反而就比較偏向係比較穩打穩扎多少少。咁啊 ，S 九似乎今日嘅比賽或者呢一季比賽啊，感覺上我覺得佢哋有意想將個遊戲節奏拉慢，即係你見到上路係發育型嘅，中路亦都好多時間會揀球女噶啦，即係希望其實佢哋會打發育打團戰比較為主。咁 DFT 亦都唔係一支擅長提速嘅隊伍嚟嘅，咁所以可能有機會 S 九啦，係可以即係將對手拉入去自己節奏入邊啦，去從而入到團戰階段。我覺得喺團戰向嚟講啦 ，S 九係比較有能力啲嘅，即係我覺得佢哋個團戰係打比較好啲。所以其實如果你真係問到我嘅話，其實我會覺得今日 S 九嘅勝算係比較大少少，因為弱隊打弱隊通常有個弊病就係個 game time 會相當之長。咁喺呢個時候就真係好考大家團戰功夫。咁單計呢個層面嘅話，似乎 S 九喺角色選擇上面或者喺佢哋嗰個實際嘅操作上面 ，S 九都係舒服啲。咁所以嗱。真係啊，好有機會會迎嚟我哋今次 PCS 咧橫跨春夏季 S 九嘅第一次嘅勝利，所以呢一場係相當之緊要嘅一場嚟。係啦，咁就另外啦，即係其實琴日都可以見到啊，其實 S 九嗰個打團嘅能力咧，其實係有慢慢咁喺度進步緊咧。你見到佢哋琴日咧打 DCG 咧，佢哋靠住佢哋嗰個叫做拉打陣啦。咁雖然其實有少少奇怪嘅，我自己覺得，因為佢係 pick 咗一個斯拉芬啦，咁啊夾呢一個阿里，咁所以咧就個上性咧感覺上好似唔係話真係咁啱，即係好似比較偏突進，跟住然後斯拉芬又比較係防守型少少嘅，咁但係阿里入完去之後可以出翻嚟，亦都可以幫佢補到血啦。咁上性上面嚟講啦，都叫做還好嘅，咁但係就你見到其實佢哋咧嗰個拉打咧係令到 DCG 嗰邊咧非常之痛苦啊！即係你要中期其實 S 九係短暫咧，甚至係有個少少嘅領先嘅，咁所以就即係 S 九嗰個打團嘅功夫咧，其實你見到經過咗成個夏季賽浸淫之後咧，佢而家咧係有慢慢拉起上嚟，咁反而 DWT 咧就係、是。我覺得佢哋雖然換咗人啦，咁但係有樣嘢始終如一嘅，就係佢哋嘅溝通咧，始終都係真係爭緊啲嘅。即係由夏季賽開始，佢哋都係五個人咧，好似有五個 Discord 咁樣，各自各喺自己嘅 Discord 嗰度各自修行。都係嘅。咁同埋就幾有趣嘅地方就係 DWT。琴 S 九啦 ，S 九琴日玩嗰一场比赛，其实佢哋系用咗夜核嘅。咁呢件事亦都系好特别嘅件事，因为就喺呢个版本嚟讲，夜核已经系非常之唔流行啦。即系或者你话拣夜核，其实可能都需要前中期你嘅线上本身有做啲事啦，但系佢就好极端用斯拉芬用阿尼去做一个保护，然后俾镜走去做繁育。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几特别嘅理解嚟噶。咁啊，两支07嘅队伍啦。正面对上啊，咁啊暂时讲 band 三和 band 右依系啦，因为就 Shoutu 嗰个嘅角色池的确系比较窄啲，其实相对地好针对，因为掹嘅角色真系唔多，右依用得太多啦，咁所以呢边 band 咗嘅话，会令到就系 DFT 嘅角色选择，尤其中路啦，减少得相当多。
系啊，咁就 DWT 啦，继续都系食翻三个下路 band 啦，咁就基本上都硬食噶啦。红方就比较惨少少，咁 S 9啊，恭喜佢哋啦，今季啊成功第一场嘅南方嘅 game 啦，咁啊终于可以，哇，佢哋竟然系第一 pick 啦，咁啊成功揀到呢一个纳儿出嚟啊吓，令到我对于 S 9又再提高一线啦。系啦，咁啊睇下啦 ，Ben 斯拉芬、路西恩、哲利，咁啊。哇！呢邊我覺得 Bang Two 攞 Israel 嘅，即係 Bang Two Israel 有一種感覺，就係佢所有版本都適用，同埋呢個版其實用得過嘅，即係包括下路夾卡馬、夾瑞拿坦、夾貓，佢好多好多嘅選擇，亦都就係下路好安全，猛量出嚟唔會有任何意外。咁但係就繼續揀悟空啦。咁上場其實 PSG 已經表現咗一次點樣對付悟空噶啦。咁啱啱亦都提供咗好多套路俾大家選擇。咁啊，沙拿、塔芬奇、富奇都係打悟空非常之好對噶啦。悟空好難入場隊呢個陣，同埋當有回血嘅情況下，但係冇咗失拉芬已經好。好少少噶啦，咁啊，但系呢度就似乎系咪想拣塞勒斯咧？因为就有纳米嘅情况，其实塞勒斯本身都系个好嘅选择，咁同埋就因为 Shell Two 嗰个角色前，即系针对得已经有啲犀利啦，咁所以呢度拣三选中路都相当合理，因为 Israel support 有好多嘢拣啦，上路对方拣咗，咁亦都唔需要话太过急去处理呢个点。系咁，我睇下 DWT 第二 ban 会唔会 ban 呢一个嘅贪狠期，因为如果佢唔 ban 贪狠期，改 ban 呢一个维尔哥，又或者一啲比较前排嘅角色，即系可能波比啊呢一啲嘅话，咁佢下路就要睇下，因为人哋都会 ban 翻你一啲推荐影，即系好似卡玛，又或者呢一个嘅 Lulu 啊，又或者呢一啲比较猫啊呢一啲。都可能會 ban 咗，咁就反而係 ban 咗個立帝老師喎。其實 DWT 個開團手段影相當足夠，你輔助都係未必話要 ban 多隻立帝老師喎。呢位最理想應該係貓啊，因為暫時對方其實冇乜好好嘅越塔手段啦，即係除非對方揀北極熊啦。咁但係就呢度揀貓夾 Ifu 應該係相當舒服嘅選擇嚟嘅。咁但係上路 Johnny 亦都可以。因为都悟空喺呢个选择嚟讲，佢开唔到团，因为对方有Sana 有富奇，就悟空好难走行入去。咁所以佢补一只更加确保可以开到团嘅上路，我觉得系可以嘅先。因为打纳尔，你冇乜好嘅选择，关亦都喺呢个阵容上面相当之唔适合。咁所以我觉得猪女系一个相当之唔错嘅拣法啦。咁啊 S 九啊 ，Orochi 呢排就兴玩野核嘅。咁啊，就直接揀格雷夫嘅打野去對付紅，咁但係呢條線因為都舒服嘅，咁上中下都唔係好使幫，咁所以話你話 jungle 上面冇一個嘅 gank 嘅能力，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咁但係呢度就哇，蔡恩啊，我覺得蔡恩好過貪敏奇喎。蔡恩好過貪敏奇喎，雖然佢呢度 S 九擺明就係三個半射手噶啦。呢个三个半射手，跟住如果再夹贪狠棋嘅话咧，咁就感觉上好似 C C 技又会缺乏咗少少，咁但系蔡恩就唔同啊，有门速，有两招击飞，咁就又有云，咁所以感觉上如果你要 C C 嘅话咧，咁就应该蔡恩系好啲嘅，咁但系咧 D W T 呢一度其实拣咗猪女嘅话咧，立二条线啊，未必话真系咁好对，因为其实线上面嚟讲嘅话，因为前期个猪皮其实都几烦嘅，对于立二嚟讲，咁所以。就應該會難啲嘅線上面打出一個贏線啦，即係納爾難啲嘅線上面打出優勢。咁但係其實喺後期團戰都係冇問題嘅。咁啊，下路啦，咁啊揀咗一個都幾經典打呢、這、一個Sana 組合嘅呢一個布朗姆出嚟啦。咁另外佢個大技亦都可以擋到好多嘢啦，尤其面對住對面啦，係一個三射手嘅陣型咁啊，布朗姆盾咧應該可以發揮到非常之唔錯嘅功效。我覺得今場方向正確啊，兩邊都，因為講過呢啲弱隊打弱隊，其實最緊要揀團戰陣，即係嗰啲咩分推嗰啲唔使諗噶啦，因為好難去好有效咁實行到。執行，咁所以就不如係啦，係啦，咁即係不如就兩邊打團戰。咁基本上而家兩邊個主題都係圍繞住呢樣嘢嘅，咁亦都傷害面上面，我覺得大家都好平均。咁所以兩個團戰陣都有佢各自有嘅主題，咁亦都開戰手段係好充足嘅。即係 S 九最尾嗰手仲要補埋蔡恩，咁啊基本上開戰上冇問題啦。納爾蔡恩開戰仲有少少 pop 添。
咁就保咗一手，即系万一真系开唔到，我至少可以扑走你，离开个龙池，离开个包容区，令到你更加有好多空间去做一啲嘅操作。咁至于 TWT 就好简单啦，真系一个好果断嘅开始阵容，一个兵掉埋嚟，然后就 all in 噶啦，好简单嘅一个阵容。咁就睇两边啦，因为尤其是就 TWT 可能早期好少少，就系因为佢攞悟空，咁佢会有一个比较好喺线上面 gank 嘅转动权啦。咁但系 S 九呢个阵容，我谂除咗上路叫好针对少少之外咧，其实中下都系偏向比较唔系咁好 gank 嘅一个路线嚟嘅，是下路，因为 Israel 加布朗姆好有机会系推得赢 Sana 蔡恩噶，虽然就呢个线上面系比较抗压啲，咁但系你既然咁难得打到 Sana 蔡恩嘅话，咁你应该推线算系一个非常合理嘅一个结果嚟，咁所以就悟空其实能够发挥嘅位可能就系靠上，咁场地可唔可以靠上半部地图做多啲嘢啦？咁亦都就系令到蔡勒斯亦都有好多嘢可以做到啦，因为蔡勒斯今场最好偷就系纳尔大技，咁如果你一旦围住上半部地图打嘅话咧，蔡勒斯个发挥空间会比佢靠下会嚟得好好多。是啊，咁就即系 Arashi 啦，今场应该都系偏向发育噶啦。咁 S 九其实成个阵咯都系偏向发育少少啊。咁啊，对于纳儿嗰个自己嘅嗰个嘅生存个能力啦，就比较重要少少，因为其实朱女啲嘅英雄就非常之容易可以夹。一啲近戰嘅打嘢啦，進行一啲 ganking 嘅，尤其你前期啦，變大嘅嗰個頻率咧會比較細，即係比較疏啦。咁變咗小納兒之後，你會疲倦一串亂都幾長嘅時間咧，進入咗嗰個模式。咁所以咧就即係都容易啦，喺線上面可能俾人捉住呢一段時間嚟做出一啲壓制，又或者懲罰你啊。咁所以就 No Name 呢一度要好小心自己條線啦。咁但係其實中路，同埋呢一个下路嚟讲咧，都系应该系可以平稳发育到嘅线嚟嘅。咁啊，睇下啦。咁啊，下路蔡恩都系一个关注嘅点啊，因为就应该辅助蔡恩应该系冇任何出场记录嘅，系啦。咁啊，虽然佢就应该就主要食兵为主啦，即系都同探温奇啦。咁但系就定位上会摆落辅助，咁应该系冇任何出场记录嘅。咁所以就几值得关注啊，因为虽然就话系一啲比较下段班嘅队伍，但系其实佢哋个 band pick 上面都值得参考，同埋就见到就今场 S 九系打咗三传送啊，咁喺个线上调配上面可能就会比较灵活少少，咁但系 Casper 打得相当之恶啊，直接系向前点啊，咁令到就反而就系TWT 呢边系过得比较唔舒服，但系病 two 呢边咁样食咗个控制，咁啊亦都俾人 pot 得下，咁但系个推波就冇推得中。咁但系唔紧要嘅，即系压到线下路啊，算系打得相当唔错啦，已经。哎呀，咁就都舒服嘅。你见到 Arashi 其实唔系话好细惊悟空嘅入边，因为始终而家其实悟空就喺上一个版本啦，咁啊 nerf 咗佢嘅清野速度，咁所以咧，其实佢而家要喺前期策动一啲可能入野又或者啲野区碰撞啦，都比较困难嘅，因为佢而家拆地嘅速度啦，就会即系本身佢拆嘅速度咧就会快咗嘅，因为佢改咗嗰个英雄嘅一个叫做小虫仔之后，咁但系咧嚟到而家咧又好似同即系佢个优势咧似乎咧又冇咗，经过完个蜜月期之后，咁所以就上面嘅呢个河蟹咧就交咗去呢个 Arashi 嘅手上，咁啊而 S 九呢一边咧即系。我全都要啊！推完条线之后，直接系攞埋下路个河蟹噶啦。好靓啊呢、這个位，因为就佢啱啱中路啦 ，Shadudu 就摆一只眼上红 buff 啦。咁嗰位虽然冇直接照到红 buff， 但系知佢拉咗入草嘅，即系其实基本上佢啲完全确定咗悟空嘅位置。咁所以你见到 No Name 呢边亦都系将条线稍微控翻翻嚟，你见到佢打得相当之唔激进嘅，系打得比较被动啲，因为佢都知道一定系靠上，尤其是突然呢个位。上路咁样行上嚟做一啲扑，咁啊就做一啲换血，咁啊知道一定系靠上，咁所以你见到就下路线攞咗河蟹，上路亦都好快过嚟，估即刻唔理自己野区，直接系攞咗河蟹啦。咁呢个 play 系显示到其实 S 九喺前期嘅处理嚟讲系比以往成熟咗好多。的确今季其实虽然目前都仲系零胜七败，即系其实计落已经系横跨赛季嘅25连败，但系其实佢哋明显系聪明咗好多嘅打法上面。系啊，呢一边就算跳咗出去咧，都系一个相对比较安全嘅位置，跟再加上佢仲有个闪啦，咁但系呢一度变翻细啦，咁 WSL 会唔会想出嚟试下呢？咁就其实已经系有啲危险噶啦，再一下，咁啊好可惜啊吓，呢一个第二下嘅 W 冇中到，咁啊相反啦、啊。
Lucini 自己俾人点咗个非常多嘅血量啦。WSL 其实呢一度已经系分咗 Lucini 非常之多血量。喂，你呢度 B 城啊？你呢度 B 城咁样，你个上路就喺个塔底度瑟瑟发抖咯。跟住嗰分几钟都好在佢仲有个 TP。哇，呢波咁样 B 咗城真系，如果是一个平日的路人局的话，这猪女可能已经是站在一个温泉里不再出来了。我觉得这个位有机会是牵涉他们未沟通好，因为就似乎一个想开一个不想开。因为就我觉得这个位不开有他的道理的，即如果作为悟空的思路，因为其实开了一定杀不到，同埋因为 No Name 很聪明，他知道其实悟空一直都在这里，所以其实他从来没有教他的三技。因为其实悟空现在唯一等的东西就是等立儿教他跳出来嘛，但是立儿就死都不跳。咁但系就结果呢一波啊，令到就系上路嘥咗好多时间啦，佢自己发咗嘅时间啦，咁然后令到就系 Arashi 可以攞埋下路嘅水龙啦，咁呢个位就损失相当之大啊。咁但系好彩就系条线啱啱，因为佢哋因为悟空嘅保护底下，其实佢勉强将条线推翻走嘅，咁令到就系线上面回推，至少冇俾人控线，都仲系维持住一个可以对线嘅阶段。咁啊，未算系输得晒，只不过就牺牲咗太多资源。咁但系悟空呢边其实忍咗赢噶啦，咁啊后面直接系 Casper被人定了，但是就这边胶闪向后吞，亦都逼埋三人的闪出嚟，咁啊叫做避过了这一波啦。咁啊，悟空 WSL 虽然上面就处理得不是话太好，但系下面做到嘢啊。咁但系见到就系悟空在下面抱个头啦，翻嚟喎可以。立即隔国，再搬埋噶啦，普攻石头有机会得身，已经晕埋，应该是拍定手先噶啦，因为都其实就冇带闪噶，带咗点燃，咁啊直接被人一波搞掂，但系下路想还拖四单嘢，咁啊其实又俾人控定。咁啊，直接系秒杀咗，呢边仲想顶顶得走，呢部落冇拉得走啊！个锤仔都揼咗埋嚟，但系咯，哎呀，好彩呢边 shot 都搞个闪，哇咁啊避得开啊！咁啊下路呢一波嘅越塔咧，亦都叫成功一换一，咁大锤都度就开心啦。中路 free five 一波，拎一层塔皮，两层应该冇，又应该唔得啦，应该唔得，冇兵线，系啊，冇兵线，咁但系呢层都绝对够啊！系啊，呢、這个交换嘅话，真系 S 九呢边系大赞咯，我只可以讲，因为。山拿本身就不是一隻需要食线上经济的英雄，咁然后其实他死了的话，对 S9 来讲那个的都不是话好伤，跟住再加上他用山拿来换了副旗的一层塔皮，咁呢度呢个单杀可以睇翻，基本上其实是冇闪的猪女就是用了个 Q 撞了上嚟，个结果就是会咁样啦。系啦，咁所以啱啱嗰个嘅叫做交换啦，即系虽然是一个四单二单，其实。赚到嘢系咪真系咁多咧 ？DWT 嗰边咁啊，其实就真系冇乜嘢赚到嘅，除咗赚咗山拿嘅人头之外，乜都冇，反而仲俾咗呢一个中路只 Dudu 嘅一个发育空间添。系啊，同埋 Shadow 最尾自己交个闪啦，咁其实令到就中路个压力都系相当之大。咁但系好彩 Arashi 今场玩格雷夫，咁的确惊嘅能力系唔多，但系 DWT 呢边相当恶，用咗三个人嘅人手咧，直接系控制成个野区，甚至呢边交隐形。咁但系就冇斩获嘅，因为格雷夫反而就系靠上，咁呢个位有啲奇怪啊。因为就阿拉全其实一早就唔喺下面野区咁，但系反而就想做个反野。咁我哋而家唯一可以做嘅可能就系越塔。咁但系你话要越塞恩难度相当高，因为呢一波嚟讲 ，Casper 甚至其实已经系靠咗上添。咁就但系冇办法噶啦，因为已经系赶唔上去上面，咁我唯有系越塔噶啦。但系越只塞恩，哇会唔会有少少谂多咗呢位，直接连埋个大落去？但系就好在呢边最尾 end hole 亦都系左边啦，系塔啊，但系中间喂副旗咁啊呢边反而就一换一啊，仍然都系咁。但系呢边除咗一换一之外咧 ，Arash 亦都系攞埋御持者啊，咁啊仲要反埋你嘅红 buff 添。咁啊呢度就 S 九似乎喺连续两波嘅节奏上面咧，都系赚得好多噶。哇！啱啱嗰度如果佢選擇追左邊而不是食兵的話，他可能可以攞埋 WSL 嗰個人頭翻嚟，即係蔡恩。咁啊，呢一度啊，直接係上去立兒準備變大噶啦，滿路掃咗埋牆，等緊塔啊，立兒咁上去飛船，夾一個大技，直接係收埋豬佬嘅大技啦，都只可以啊掟出嚟，咁就幫對面慶祝啊！睇翻呢個 replay 啊，中路唔知發生咩事啊，咁但係就哇一拉埋去，點知後面 Casper 已經殺到嚟啦，突然變咗二打一，咁啊冇得換啦，前面嗰把法唔夠啊，咁啊冇計，掌握唔到對方位置，咁啊睇翻上面啊，咁但係上面就有趣喎、啊、呢個位，反而就Arashi 呢邊冇話想放預設者喎、啊、上面，因為其實我覺得上路幾值得投資嘅，因
因为就系因为廿兵亦都杀咗两次，咁如果你话再用预示咧推多两层，其实我觉得系相当唔错，因为后面啦，No Name 嘅分推会俾到 DWT 相当大压力，尤其是当控龙嘅情况下，如果你上路塔不断受压嘅话咧，其实 DWT 未必有空间可以攞第二条龙，咁所以就几有趣啊！呢个位唔看预示者，反而想扣喺中路，因为中路争两层啫，系啦，咁佢可以一推就推爆，咁可能呢个系佢哋嘅考虑啊。系咁就，我觉得 S 九无论即系整体上面嚟讲，除咗佢哋打团有进步啦，沟通有进步之外咧，佢哋成个团队执行都有进步，但系呢度有少少危险啊吓！呢度直接咪插埋嗰个你噶啦，咁啊一个点燃挂咗上 Crispy L 个身嗰度，咁但系就冇后续追击啦，咁所以咧挂完个点燃之后咧，都冇其他嘢可以做啦，咁就反而咧系暴露咗 WSL 啦，系靠下嘅呢一个情报出去啦，咁就。上路啦，纳儿又可以轻松推，你见到基本上其实佢已经系接近越过个兵线去压只猪女噶。其实系真系可以围住打，我觉得上路咁啊。而家 No Name 个选择好多啦，但系就留意翻，因为其实大家两边个 TP 时间系有少少差距啊。咁啊，所以就呢度要睇下佢落嚟帮手，因为就龙而家出咗，咁上半部地图其实亦都系赢得好多。咁所以其实嗰个决定就系话，究竟我放唔放龙俾你，然后推上塔，定系我落嚟打波团战？咁呢个位系 S 九可以试下嘅位嚟，咁但系呢边富奇已经话一个人好压啦，两个人，冰华仔压住三个，咁样都仲可以撞多下，两个打三个咁样可以俾预示者撞多下，咁啊出事啦！咁啊上面嘅压添啊，唔俾机会你 TP， 咁呢位猪女麻烦啦，因为就如果就算佢交 TP 嘅话，佢 TP 落嚟之前咧，应该都要起码食纳儿几下普攻，甚至有可能因为而家黄路咧，你一 TP 嘅话，纳儿随时闪埋嚟一拍你埋墙就 cut 你 TP 噶啦，咁所以就。Nukini 呢边就接近冇得揀，就算你话呢个位打龙都好啦，应该都会比 No Name 受压，就算你 TP 都落去咧，都系推塔嘅啫。咁所以就DFT 其实冇感觉上佢冇一个选择系好嘅。系啊，俾对面哇呢、這个病 two 直头系中埋 Sana 嘅定身噶啦，咁啊闪下上去直接系一炮滚死咗啦。咁大条龙啊，可能俾 WSL 攞到，唔会啊。格雷夫系直接攞到呢条龙，亦都攞埋 WSL 嘅人头啊！呢一度捉住咗 Enho 啊，但系佢个盾受咗好多嘅伤害，冇事啊，弹翻翻嚟佢都系一只有盾嘅布朗姆啊。本身我仲想讲，其实条龙让俾你冇乜所谓嘅，即系站喺 S 九嘅立场，但系好可惜，佢咁样都讲得切翻嚟攞埋 Spider 龙，仲可以多谢埋你做义工添，咁啊掂啦！即系而家个风，即系风向啊顺啊，300阿 Rashi， 即系野核嘅最大喜讯。睇返呢一波啊，我觉得 DFT 呢一波佢想打係正常嘅，因为其实佢哋前期嚟讲个实力係，即係前期嚟讲佢哋个进攻能力係有，但病毒呢边一下走错位直接俾人惩罚，因为讲緊嘅200嘅格雷夫前面个伤害其实有嘅，但係其实论阵容嚟讲佢哋前面有一胆，但係呢度仲要係蔡恩一撞起埋，咁啊再配合埋一个嘅重击係收埋呢条龙啊，咁啊哇，但係上图呢边，哇你以为係俾人反嘅嘢啊 ，sorry 啊，呢边其实系南方嘅野区嚟嘅，咁啊直接咧。踢到嚟咁，但系 WSL 呢边仲想去够唔够打啊？你够唔够伤啊，老友？红 buff 唔系红 buff 打啊，满足啊！后面彩恩系啦，交闪啊！呢啲位仲想帮埋去，谂多咗啊，兄弟！咁啊，呢边海亚斯科技门直接系走咗啦。咁啊，上到咁压啦，上到都系相当舒服啊！塔皮咧都系天然崩嘅，你见到已经系掹咗两层啦，已经。系咁啊！阿善啊，拎住个蔡恩啦，继续喺下路嗰度抗紧压啊吓！咁但系其实咧，佢即系佢其实一路嚟讲咧，都系一打二，因为其实阿 Crashback L 咧已经系走咗好多波线嘅。咁但系其实佢一路打二啦，都只系啊，喺呢一度直接系上去想单杀咁啊，争一下，哦，成功单杀到，咁就其实都好合理嘅呢个单杀，因为始终。呢、这個 Shelter 啦，咁嗰個角色上面啦，呢、这、一個出辣師啦，喺前期對線啦，就即係始終係一個有特進嘅法師啊，尤其係呢一個飛機未有裝備之前啦，咁啊比較容易攞到呢個線殺嘅。咁啊，你見到其實下路啦，就算已經係一打二咗好耐啦，阿善，咁但係咧都係冇問題嘅。你見到佢嘅兵數其實唔係話真係落後好多，都係落後廿隻嘅啫。因为你想返其实佢一隻近攻啦，再加对面系有两个人嘅，咁所以佢都只係落后20隻，咁其实係唔算係话一个好严重嘅落后。哇，相反吹大鸡想上嚟喎。有啲危险啊吓，到底 BB 危险呢都係未知之数。
走佬啦，加法分身。满路啊，同埋呢个位就咁啊，可以喺怒气完之前食到呢个预示者就安全噶啦，咁啊应该冇问题嘅，以呢个嘅清除嘅速度。DFT 落紧嚟啊，想打，但系其实个怒气仲未完噶，咁啊偷咗个大纳儿，哇，留意翻啊呢个位，睇下上 Susu 想点，即系呢个 Susu 想点入嚟啦，想拉又拉唔中，咁又入唔到场，咁啊要拉开啦，咁我觉得就 S 九点未必想打，打喺上面纳儿，哇，有少少肥，想同呢个 Susu 温下温下上面，咁但系下面都打紧，点会见到四打四，上面直接单杀咗，咁即刻落嚟帮手，中间杀埋噶啦，咁啊再追五打三，飞机直接系跳上嚟，见到再加埋接到 Nip。咁啊，食到黄龙噶啦，争咗血，咁啊，见到病小直都系交埋医技闪走，哇嘛呢一波咁样，哇上面 no name 直接咁样单杀咗 shout to 啊，咁啊，不过其实佢哋打落去咁样，四开预设者四打五嚟噶，因为 S 九系得四个人噶啫，即系你如果有睇到小地图咧，其实呢一个蔡恩咧，其实系一路都喺中路食紧兵噶。即系佢去到一半就走咗退场咯，打打下，跟住然后佢四个队友就搞埋跟住个 DDWT 嘅成员咯，跟住然后就已经基本上虽然只系十五分钟咁，但系你见到傅奇个伤害，慢慢摸下，其实都系有嘅。你见到佢呢一度话阿善仲喺度噶，仲喺度，跟住然后完咗呢一波之后，佢直接在中路清兵啊！你见到 S 九嘅执行性系非常之高啦，咁呢一度其实都系一啲经济差距上面嘅嘢嚟噶啦，都冇得讲噶啦。我咁就下路再嚟啊！咁啊逼咗个分身出嚟，咁啊 WSL 呢度就四十五秒想攞个河蟹，咁啊攞到嘅，咁啊最后一波啦，我觉得即系如果佢要打嘅话，呢一波应该系最有机会嘅。虽然可能喺个经济上面落后好多，尤其是格雷夫而家相当之痛啦，出咗升蚀啦已经。咁同埋就上路系一个警号啦，啱啱即系纳儿竟然可以用。淨係用普攻，再加個 Q 已經單殺到 Shelter 嘅話，即係蔡克斯已經係佢哋陣容上面要一個比較大嘅輸出，因為而家就Israel 得兩件裝備，其實就唔係話太痛嘅啫。咁啊，中路亦都係啦，上唔到裝啦，因為你見到佢嘅裝備都幾散嘅，咩都買啲啊，有少少五金鋪嘅味道入邊，咁所以就。佢個傷害唔夠係情有可原啊，咁啊，甚至呢邊直接係海克斯科技龍添。哇！今日系海克斯科技龙魂之日喎，连续两场都系呢个海克斯科技龙啦。咁就啱啱个场亦都见到攞完龙魂之后，基本上佢哋嗰啲伤害，即系普攻同埋技能啦，都系非常之烦嘅，会弹啦。咁啊，哇，争少少，可惜啊！但呢边就可以打到 S 九，系啊，跌咗啊，咁啊撞咗埋嚟，咁啊上面 Shelter 想落入场嘅咧，佢哋喺下面入嚟，咁但系伤害似乎唔够拉开嘅，中路 Shelter 走紧 ，Arch 不断输出。纳儿位咁位想拨，但系太远啦，真系拨唔掂。但系变翻细之后，即刻可以开翻加速啊！咁啊，一个大炮杀埋，咁啊，见到就 no name 入紧嚟，呢佢哋俾人捉紧。睇下呢波波啊，仲系好关键 ，FL 一个火火得到，咁啊应该冇问题啦。呢边猪女，再打两下，个 Q 技都俾个盾挡咗，包两只，但系中路仓推紧啊，咁下路都系不断做一个嘅推进。中下路一齐进场，咁然后就睇下啦。巴龙仲有两分零钟嘅时间，咁啊似乎断箭向上面。虽然就话TFT 好辛苦攞条龙啦，咁但系其实十八分钟时间已经拉到去九 K 嘅差距，相当大。哇！十八分钟九 K 嘅话，同琴日 J Team 嗰场差唔多，因为都系十七分钟赢紧九 K。J Team 琴日都系。咁就不過就琴日嗰場係相對嚟講係一個強隊打弱隊啦。今日嚟講嘅話就係、是、即係喺數據上面啦，就係、是、兩個都係近爐主嘅位置。咁就兩個暫時嚟講都係零七嘅。咁啊 ，S 九睇嚟非常有機會啊，攞到啊我哋今季兩季第一個勝場啊，中華兩季咁啊呢一度會戰已經打起咗噶啦，一個病毒嘅大技數過嚟冇中到啦，咁啊個盾嘅方向都舉得唔係好啱，咁啊但係拉得走唔緊要。我咪朱女喺後面啊 B 緊啊，咁但係就中間其實就冇人理啊，見到就山拿啦、富奇啦喺中間就推進緊，咁同埋呢邊 Noob 哇黃路咁啊俾人定咗，咁但係就即刻解翻咁睇翻呢度啦。紅路啦，已經就被逼佢撤退，因為 WSL 個狀態就自己都比較曳少少啊。咁啊，中路推好多，呢邊仲拉扯，仲想反打，但係呢邊一下避咗控制，咁啊見到就 WSL 呢邊就自己 B 緊，想走噶啦。但係中間已經推到入去門牙噶啦噃，但係得悟空一個收唔收到啊？咁啊，話到你仲拉扯，跟住拉扯呢邊偷咗大機，咁但係撞唔到，左邊想換嘅啦。
但系呢边格雷芬实在太痛，你一打二打三啊！呢边系，但系见到就 Etowa 其实亦都系已经冇晒波啊！呢边要撤退，但系中路想影一影喎、啊，咁见到推到一座塔盘啊！咁得咩之后亦都系大残，咁啊两个嘅 AD 啦，算系咁啊，不断系推进紧盘下塔呢边落 TP 支援噶啦，咁但系哇牺牲有啲大喎、啊，下路拉扯相当之耐。咁啊啦，你嘅教 TP 做防守，反而我咧就用传送门啊，可以离开现场啊，即刻。哇，简直系高歌离席添 ！S 九系识打分推噶，啱啱嗰个拉扯，即系虽然啦，佢哋分推紧嗰个唔系一个斗士啊，即系其实大家平日可能见到分推系 Fail 拉卡麦尔呢一啲，咁但系佢今次又特别少少啊，攞咗两只射手去分推，咁但系其实你见到 S 九咧，佢哋成个。隊伍啦，嗰個 mindset 入邊係有分推呢一樣嘢噶。佢哋好知道，我有隊友推緊我，咁啊要拉扯，咁啊唔可以死嘅個仲拉扯。你見到納兒，雖然佢最後都係死咗啦，咁但係其實佢係有跳入去，然後佢係有知道，cut 到 B 就 OK 啦，然後再拉走係並唔需要 all in。佢哋 mindset 入邊係有呢一樣嘢，而佢哋都係切實咁執行到啦，咁啊令到。DWT 呢一度喺个高地上面咧，系蚀咗一个兵营，再加一隻门牙嘅，咁所以哇，见到佢哋嗰个战术执行上面，似乎系有好大进步，比起呢一个春季赛。系啊 ，DWT 有种少 don't know doing what 啊，佢 DWT 可以改名做 doing what 啊，佢直头嗰个队名可以做，即系完全你睇唔明嗰个拉扯下落系发生嘅咩事，即系佢哋连边个去防守，边个走，边个去防。我搬只悟空翻去，可唔可以防守到佢哋都打我唔到？跟住然后拉扯一轮，然后呢两个想打，嗰两个想走，然后就唔知点样搞咗好耐，下面成分钟，但系即系 S9 就好愿意同你玩、哦，即系慢慢拉扯咁，我当然舒服啦。我中路两个人推紧系咪？咁但系你就睇唔明嗰分钟究竟发生紧咩事？见到就系两队营运差距就都几明显拉到出嚟嘅。咁啊，但系呢边偷咗立业个大啊，捉唔捉到咧？咪就 no name 其实。我都要赞一赞，因为你会发觉 No Name 成场嘅怒气都控得好好，基本上佢每次喺边线分推咧，佢起码都黄路以上，你唔会有一个空档系会俾人系直接系打得到，但后面嚟讲传送落地啊，唔系你黄路落到嚟一打二前面，呢边推唔到，推唔到，唉，我真系晕咗，我哋结果就威胁到嚟想入小组再一场，但完全唔够伤害。上面三个人打咗个波实走到啦，但系 Rush 呢边冇红 buff 追唔到啊！大技一炸，个远得就炸唔到，但系冇咗 jungle 冇咗中路，咁啊呢一度应该就可以推进噶啦，得翻一再门牙塔喺上一波已经打咗相当之多血量噶啦呢座塔，咁啊可以打埋，咁咧佢哋想手想清兵噶啦，但系完全唔俾机会，得翻一个嘅 Ashley 亦都话理佢啦，但系咪真系推到咧？想唔想杀呢个 TP 落地刀啦？一个嘅飞包直接过嚟再炸两件，冇问题啊，杀两个。咁啊！呢边再取入场，得咩之后，亦都系俾人融化埋。咁啊，呢度 S 九经历个春季，经历个夏季，廿五连败，终于喺第26场嘅比赛成功赢到佢哋横跨赛季嘅第一场胜利啊！我都想拍手掌。见到你嗰个笑容，哇，开心到喊！你见到阿瓦奇即刻离开呢两凳，我估佢应该系要狂跑翻两个圈先啦，大家揽揽先啊！要啊！哇，系啊，廿五场啊，你连续输咗。哇，真系好漫长嘅一个寻找胜利嘅旅程啦！见到佢哋廿五场以嚟啊，进步得非常多啊！咁就直头阿善亦都系唔见埋噶啦，应该系喜极而泣啊，冇办法面对镜头啊！咁就呢一个嘅 DWT 啦，睇嚟啦，就真系要继续努力啊！佢哋感觉上佢哋同上一季嗰个表现咧，真系作仔 S 九一。今日系一胜廿五负，唉，咁就 S 九嚟讲咧，即系我哋之前啦，佢打完头一轮之后咧，就 S 九啊嘛，即系连输九场，跟住然后再下一个礼拜咧就要改名 S 十啦。咁啊，今个礼拜好啲，咁啊，佢哋而家可以改名做 S 八啦，因为佢哋已经有一队确切系真系唔会输嘅队伍啦。佢哋终于唔系路主啦，喺经历过25场嘅败场之后，佢哋终于脱离咗路主呢个位置啊！即系打从心底为佢哋觉得开心啊！而 DWT 啦，继续都系维持佢哋一贯水准啦。咁就五个人喺五个 Discord 入边啦。咁我觉得呢个情况其实系甚至比
夏季赛诶、春季赛嘅时候更加严重咗，因为春季赛嘅时候感觉佢哋系分咗两个 Discord 嘅，就系、是、一中嘅一个啦，咁啊上下路一个啦，咁但系咧嚟到而家咧，佢哋系伺服器越嚟越多啊，即系佢哋嗰个成队个沟通越嚟越分散，你见到佢哋上面啦嗰一波 ganking 系完全系不明所以嘅，即系。有时感觉佢喺 ranking， 即系普通街场 ranking 见到嘅配合都会配合得比佢哋好咯。佢嗰个 B 城嘅举动系直接搞炸咗 Lucini 嗰条线，真系我冇办法解释到。即系佢哋嗰个空，即系佢哋嗰个营运啦，尤其是下路嗰个营运啦。即系嗱，你问我，我啱讲过，其实选角上面佢哋冇问题，咁但系就系佢哋下路嗰波营运，你就见到好大问题。同埋一开波上路打嘢嗰波啦，即系 cam 咁耐，即系我觉得 cam 咁耐本身系唔大问题嘅。但系你 cam 咁耐，如果 Lucini 想开战，然后你个打嘢死都唔出咧，咁呢个位置就好大问题啊！即系你两个决定太过唔一致，咁所以就有好多好多嘅问题加埋一齐啦。营运上面啦，去到团战沟通放到好大，包括啱啱龙位嗰波病毒直接走失位啦，喺下面去进场啦。咁啊，想买 S 9就唔系啊，你见到包括佢哋个营运面上进步咗好多啦，各种嘅分推啦，佢哋有用譬如 No Name 啦，啱啱讲过佢嘅立而玩得好好啦，怒气控制啦，其实我觉得相当优秀，即系永远开战嘅前面佢起码八九成怒气 ready 啦，亦都系啱啱喺预示者嗰一波佢单杀咗Sell To 啦，咁亦都系好紧要嘅。咁就所以我觉得 S 9今季进步好大，亦都呢个胜利系值得拥有啊！佢哋选角都非常之敢突破啦，延续翻佢哋春季赛啦，好愿意去突破一啲嘅想法啦。AD 拣咗一只赛恩，亦都你见到其实好聪明嘅，佢哋把握咗好多机会喺中团，佢哋点样用赛恩去开战，点样用副骑去切割战场，所有嘢都做得好，三 TP 嘅运用。咁这个胜利不是偶然的，即如果继续以这个情势下去的话，下一次他们再对垒 S9 都赢，因为似乎他们今天的差距有点大，大得有点过分，甚至我觉得 S9 可以开始有时间或者有机会有能力去跟 IMP 那些人去谈下计，即是慢慢逐步挑战，你现在过到 DWT 了，但是后续还有一些队，我觉得他们有权开始跟一些中后段班可以真的在同一个水平以下倾偈，因为我觉得今天 No Name 真的打得很好，即是他在上路压制朱磊啦，Arashi 的格雷夫也都打得相当之好，我觉得今天他们是交足功课的，是打得很不错的。是啊，咁就除咗呢一个之外啦，咁我觉得哇，你见到其实 No Name 嗰个立儿真係玩得非常之好啊，你见到佢二万嘅输出啦，基本上就同对面 Band 2 一样，咁但係其实你要留意返 Astral 其实是一隻扑英嚟嘅，而立儿係一隻需要喺会战上面先至有更加多发挥嘅英雄啦，咁佢嗰个嘅远攻嗰个时间其实唔会维持好耐，另外亦都有样嘢就系其实佢有几波 TP 包后啦，即系佢 TP 嘅落点啦，同埋佢个时机啦，亦都系掌握得非常之好啊。咁就成个 band pick 嗰度亦都非常有主题啦，呢、一个三射手啊，咁就成功咁样叫做剪压咗 DWT 啦。咁啊，睇嚟 DWT 咧对于咧嗰、那个一路就喺度破紧我哋 PCS 嗰个最短嘅 game in game 时间吓。咁啊 ，MVP 嚟到啦，我哋继续系 No Name 318嘅 KDA， 哇九啊，个 KDA 系去到九啊，果然系夹翻佢哋嗰个队嘅名啊吓。咁啊，其实参与率就57% 啦。咁啊，伤害转换率系200%。我建议你计多次系几多 KDA 啊？我建议你计多次。一啊嘛，八九十，诶系11啊。咁我建议你计多次，我建议你计多次，系啦。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OK， 系11啊，更正翻我哋 KDA 系11啊。咁就相信佢打咗咁多场啦，即系。虽然他是春季赛先开始来，但是头八场他 KDA 应该相对来说比较惨淡，你看到其实他 KDA 得 1.3 或者一开始 stack 的 conversion 的时候，所以呢你到今天哇由 1.3 突然间变了10日，相信一定很开心，今晚的晚餐应该可以加回鸡髀。是啊，不是 S9 嘛，那 KDA 所以是9啦，那我们后续之后再回来，卢主之前分了胜负啦， S9 就赢了啦，那也都很开心带着他们 KDA 可以庆祝啦，今晚有好多可以做啦，因为迎来了横跨很久的一个胜利啦，那他们庆祝他们的事，因为后续来讲比赛开始精彩了啦， DCG 对上 BYG 组，我们下一场的赛事我们转头再回来。